是书的海洋，这里是欢乐的舞台，这里是阳泉交通广播为你读书，我给孩子讲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就是梦是什么。读书可以收获快乐。哎，你怎么知道？读书可以结识更多的朋友。哇，模范啊，都有。读书可以传递更多的爱和温暖。成长过程当中少不了书籍的陪伴。这次呢，阳泉交通广播特别策划了这样的一期活动，我们的主题是我给孩子讲故事。我们特意营造了家长和孩子一起阅读的好氛围，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各位家长也能多陪孩子读读书。今天呢，我们特别感谢阳泉交广呢和咱们喜悦书吧一起联合举办了这次啊给儿童讲绘本的一个活动。那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呢，就是啊，培养孩子的一个阅读习惯，啊，让咱们喜悦书吧呢，啊，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给孩子传达一种爱和故事相连接的这么样一个有意义的活动。感谢喜悦书吧聪明树国际幼儿园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阳泉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